Thank you.
先抽两场啊。好的。那嘉义，嘉义是哪一场？那是嘉义那家的啊。这是嘉义那家。赖家在旁边排啊。哦，嘉义赖家哦。赖家跟王家排在一起了。怎么这么会选时间大家一起进来？这是正常吗？应该是差不多十点了，每次都差不多的时间。大团的都这样啊。大团都十点过后，就要上下车要花时间了。要等车要花时间。Yes.
Thank you.